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Eric 周星哲，欢迎大魔王。我跟你讲，不是发片的歌手都可以来挑战哦，是吗？是要发片的协力派的，然后有红的这样。今天我们不是唱你好不好？嗯，对，所以就没那么容易唱新歌。哦、所以说你挑战成功了之后，你才有机会可以唱新歌，是不是？希望可以唱到新歌。你好不好？很多是真假音转换，然后特别是副歌的时候。能不能继续对我哭？你现在讲好了。能不能？对对对，哦，他还唱高，哎呀，哎呀，呀，怎么样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后面笑成一团啊？可以。拥抱，再多一次就好。你要的我都做得到，能不能继续对我哭，对我哭，对我笑，对我好，继续让我为你想，为你疯，陪你老，给你的好还要不要，还要不要。答案我却不敢揭晓，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，别又离开着我，别又离开着我，失去的人最重要，别说你曾经爱过我，让我们回到那一秒，你好不好？你们看，他破的东西是你唱过的。我的音乐破了，什么东西啊？最后一次。我只需要你在身边，陪我吵，陪我闹，别有你看着我，我失去的人最重要。别说。你曾经爱过我，让我们回到那一秒，你好不好？哎，你的歌很难唱哎，怎么这么难啊？你真是，我不知道在唱什么，我不知道在唱什么。这是我听过最恶毒的评语哎。有时候跟着那个高低高也会有帮助。能不能能继续对我哭，对我笑，对我好。好，我有，我觉得 tempo 有。我只需要你在身边，陪我吵，陪我闹，别又离开着我，开着我，失去的人最重要。别说你曾经爱过我，让我们回到那一秒，你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手有用哎、欸。对。怎么好？接下来就不打扰你了。OK。就是如果你之后我就不唱了，好不好？我只想说，我认真的爱过。两个相爱的人究竟犯什么错，需要爱得如此折磨，我是真深的爱过，没有人能取代你在我的心中，你从来没有离开过，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。我的手帮到你了，我刚没有在看。好，谢谢周星哲，我们谢谢。